吃饭了，吃饭了，你要吃饭了，天天要吃饭的，没办法，天天要吃，什么天天要烧，对不啦？所以讲，今朝烧啥呢？黄瓜炒蛋，马上买好啊，买零个吧。那么就不多讲了，开始吃饭了，啊？鸡蛋没领啊，姥姥王，姥姥王，哦，吃夜饭喽，吃夜饭喽。